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菜菜。今天我们又开始出摊了。虽然说昨天是亏的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但是呢，今天还是要继续加油。把这个放到这个车子里，让我那个小推车不好拉。把那个板凳也拿你那车上吧。我妈昨天气得都不想干了。你看今天一大早又起来准备东西，这不还是激情满满？是的，讲着不想干，还得干。你走着别坐着行啊，还去。我妈的座驾，我就负责推这个推车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摊位这里了，我看有的人已经摆出来了，但是我瞅瞅看看又不敢摆。刚刚还在瞅着没有气了，还在想着怎么搞。你看姐姐把我的粽子十几个、烤肠、汉堡全包圆了。等一下，我再给你退3块钱的粽子。哎呦，刚刚还让你吐了，他之前还在那充了卡，说天天在那跟你来吃，还没吃完，然后今天又来买。王在那买，你别退了，我给回来了没？那你回来跟你说啊，你不能去吃，没事，我等你走了。我也没有啥能给你的。哎，你不用，我上次不要你了啊，我上次不要你了。行，那慢点，下次来我请你吃饭。哦，我请你吃饭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拜拜。菜姐喜欢的呀。刚刚我还在瞅着我妈的粽子卖不完，然后结果来一个粉丝姐姐，特别好心的粉丝姐姐给我全部包圆了。这是一个烤糊了的，我自己吃。这个烤肠你们天天不都是问我要吗？我用的是95克的，给你们分享一下。最近喜欢吃这种双开胃的，油锅里炸、空气锅里炸都是可以的，很爽口，很好吃，没有香精味。虽然说今天材料准备的不多，卖的不多，但是卖完了不剩。昨天剩了很多食材，然后又撒了很多食材，特别心疼人。继续加油，加油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好来给我收摊吗？哇、哦，小弟弟睡着了。我的天哪，你咋带那么多东西？大头放的那个。可以可以。今天如我妈所愿，没收那么晚，今天7点之前就回来了。来，妈妈，嗯，给你节日快乐。嗯，红包，但这个红包不是我给的，我摸着过后来。行。硬把这个塞给我，说要给你拿工资了啊，给你个红包，我摸着怪厚的，好嘞。不要他的钱，要他的钱啥呀？小孩子搁这个。我不要呀，他硬塞给我，让我拿给你。赶紧来给他，你小孩子搁这个，那俺家他就俺就当自家小孩子一样，吃的喝的都无所谓，知道吧？他可能是觉得搁这住吃喝怪不好意思的，你天天早起还给他煮早餐，还专门天天做饭给他吃。所以他就想着，那这都是小事，我想说人家从老家过来一个人搁这也不容易，我肯定可能要人家的钱。我讲不要不要他，他我塞那盒子里了，那么等明天他来的时候我再给他吧。哎，你拿着拿着，你明天来再给他。他这还买了2箱牛奶给小孩喝的。我姐姐不会领是吧？怎么哭的你看。啊，抱给姥姥，抱姥姥，她晚上认人。大姐回来家就领弟弟。给妈妈算个账嘛，暧昧还没回来呢，你给妈算一个账。好、哦。眼眸。这个是什么？